揭牌。被称为第四军种的通字殿军，六月底挂牌成军。总统蔡英文还到场授旗授印。为了广纳足够的资安人才，国防部寄出高额的网路战勤务加级，从最低阶的专精二级每个月加级5000元，到最高等级的专家级每个月加级50000元，加上依照资历所给的薪资，每个月最高可领超过100000元，约莫是国军少将等级的待遇。虽然薪资上高人一等，但想当得了国家骇客，可得常常接受考验。所谓的战功，我们都会随时的这些做评估，这些是不是所谓的能够达到专精、精英乃至于专家的等级？他除了要备有这些相关的证照以外，当然我们招募的单位也会做考核。